非要我在地板上，他说我桌子有问题，说我桌子有洞。所有观众看清楚，任何人不要眨眼睛，我让你们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功夫。好，各位看清楚看仔细，空中抓一把，不知真和假。先说好啊，昨天一个刷墨镜的啊，涨了700多个。今天如果没有看懂，有需要点关注的啊，咱们直播间10000多人看见墨镜，把他的关注点上，我免费教。在。龙哥多少粉丝？6300，给龙哥点到7000。好的。